对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我女朋友肥猪猪的这一个公司楼下了。然后呢，我已经跟他的上司已经搞好了。对，现在呢，就要立马在这一边。然后呢，对，过后呢，他就会私底下来，然后呢，就会给他一个小快乐，祝福我成功吧。嗨，我没有车哦。哦，你没有车啊？我车拿去洗了。然后谁载我们啊 ？Mickey 啊。哦 ，Mickey， 哎，可以载我们吗？